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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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，师傅，这天哪，赵医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医生怎么没来啊？就是啊，哥，我去看看，你看着爹啊。赶紧去。师傅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就是刚才那个替酒醉红上台那姑娘吧？哇，你的戏我听得太过瘾了。哎，咱们认识一下吧。刚刚不已经介绍过了吗？那你叫什么呀？ 我叫什么不重要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跟你们这些大人物不能相提并论。还有啊，这里是后台，闲人免进，请你出去。以后，也不要再来听我的戏。你吃了枪药了吧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爹已经病成那样了，你还威胁他唱戏？哦，戏唱完了，你把我哥打伤了，戏院都给砸了，怎么？我还要向你道谢吗？那全家无眼生死攸关的，我哪有空看清楚他是不是你哥呀？ 再说了，我哪知道，知道你爹是带伤上场？好了，别吵了，我是医生，我去看看吧。啊，这边请。哎，等会儿，放手。你说什么？刚才那人是你哥，那你就是抢我生间那个女流氓。你才流氓呢！是你买东西不给钱呢？谁买东西不给钱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帮牛弟生间省了多少保护费啊？我拿他一份包子不过分吧？不过分啊，抢总比偷来的光明。你说谁抢啊？谁说急了就是谁抢。 你属阴物的吧你，雅典嘴利的。怎么？你们俩别吵了。你爹的情况不能再等下去了，马上要去医院。这么严重啊？小心点。哥，怎么办？下雨了。罗成，在。你去调台车过来。哦，来不及了，你爹现在就要去医院，你爹的情况真的等不了了。哥。 咱俩轮流背着去。好，背什么背啊？你背到医院都什么时候了？来，下来，坐这儿。不稀罕，我们可以自己去。我带你们去吧，医院的路我最熟。别耽误了，走吧。 我来吧，能行吗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。小心！你来吧。哥，西苑的事儿交给你，我陪爹去医院。不说小心啊！坐稳了，小心啊！哎，你小心点啊，放心吧。走。走。 刘生，这样啊，我去跟大哥会合，等这个许大少爷助人为乐完了之后，把他接过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小丫头，不做就不做，你以为我愿意拉你啊？真没想到，在这个时候。 就现站出来帮助我们的，却是这个看起来做人静的男孩。他的眼睛清澈、单纯，没有一丝杂质。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男孩。快到了！看起来那么柔弱，但是他的肩膀却这么宽厚。小心！ 我扶你，慢点，小心。